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每个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台北市东区的金星港式饮茶啊。这间餐厅在二楼啊，这家餐厅是24小时营业的店家啊，就从这里进去。金星港式饮茶，好，那就从这边进去，然后一样要扫码。你好，我一位。好，那就这边等候待位啊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一位哦，小姐带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小姐帮您关心待位。好，谢谢，我一位。好 ，Thank you。哎，小二十一个。好，那这个就是金星的活力早餐。啊，那这个是主餐 ，A、B、C、D 啊，可以看一下。好，再加一层服务费。啊，感觉那个面对窗户的感觉比较油啊。啊，请问我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一个干炒牛河，这个早上有吗？干炒牛河是单点的。哦，是单点的哦。对，单点菜单在这边。哦，没关系，那我就要这个叉烧汤面好了。它是 A B C D 组合的，这样是不是？我们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A， B， 然后一定要配 A， 一定要配其中 B、C、D 一样，最少。哦，是。那如果你说 B、C、D 其中两样你要也可以，或是四个都要也可以。哦，好。就是要一次点完餐。哦，是。对，不能在后面突然加点。哦，好的。那我还要一个叉烧包。对。然后一杯冰咖啡，这样。这样三样可以吗？哦。想。C 有要吗？C 不用。好，这样就好了吗？啊，对，谢谢。哦，还是靠窗的话，这个景致比较赞啊，可以欣赏到这个台北东区的街头。好，那就大概扫一下了。其实现在是这个上班时间，上班上课的时间。好，那这个餐庆的气氛就是老老的气氛了，因为年轻的时候蛮常来这边吃的啊。好，那叉烧包就先上了。那现在就吃吃看，好久没有来吃了啊。嗯。好，热腾腾，热腾腾的啊。还不错，至少没有雷啊！啊，甜香甜香的啊，还不错。以前年轻时候常跟我的好朋友来这边吃养茶啊，我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就没有跟他再来往了。哦，好 OK。啊，还有橙子记得要拿起来。哦，它这里面这个酱是蛮香的，但是没有什么肉了，所以我觉得分数是88分。口味可以啊，但是这个叉烧包的肉很少。好，那这个叉烧包我感觉是这样，然后稍微比较甜一些，比较甜。好，那就看个人了。好，个人对这个叉烧包的期望是希望它的肉再多一点啊。然后里面的这个内馅是粉粉的啊，应该要CP值再高一点啊。粉粉的，粉粉的啊，这样。可是内馅的口味是不错。好，那我配的是咖啡，那喝喝看，这一杯才15块。嗯，还可以啊。
因为我比较喜欢喝浓的咖啡啊，所以分数我觉得是90分，咖啡还不错，15块这样够便宜的。但是当然啊，口味我是从价格上来考虑啦，就是相称的味道，你说很高级是没有，但是也不难喝、哦、大致上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本日的主餐了，叉烧汤面。哇，这个上餐的节奏有一点慢啊，全部上完大概等了30分钟，这样节奏有点慢啊，主餐是最慢的。好，现在就试试看。叉烧肉好吃，但是汤头好像不烫口。哦，这汤只有温温的。啊，刚刚那叉烧包很烫口，我觉得很棒。这个只有温温的，我就觉得没那么油，但是口味是还可以。红萝卜感觉好像有点深，啊，那红萝卜就不要去吃它好了。哦，主餐我就觉得就还好。刚叉烧包跟咖啡我都觉得还不错，第一是温度啦，然后第二是配菜有一点不熟。好，感觉年轻的时候来吃的时候，这个餐点品质比现在更好啊。年轻的时候，来十几年前，现在就好像感觉有点比较普通。哦，如果这个汤面这个水平的话，我就觉得这样就有70分了。早餐就不算很推啦，虽然很多部落客都说很 CP 值很高，但是我觉得还好啦，相信我也不会骗人。你可以看到这个温度就没有热腾腾的感觉了。哦，这个红萝卜真的有点深了啊，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得出来，感觉没有烫熟，然后汤不热，这样感觉就差很多，温温的而已啊，大概40度而已吧，哦，其实应该要60-70度，要会有蒸汽才对。好，就看个人啊。哦，有可能。我也不知道可能性是什么，反正就是人就是不是很热啦，然后就口味就还好。好，总之70分，然后叉烧包跟饮料是不错的，这个就不太优啊。好，就我结论是这样。肉咧，肉怎么不见，就2-3块这样啊，就普通啊。啊，汤的口味也不错，你看我红萝卜我就不吃了啊，所以以这一次来说的话，它红萝卜是不太熟的，然后汤比较不热。好，那这次消费金额总共就是160。啊，总共160嘛啊。有贵宾卡吗？没有。对。哎。要桶边吗？哦，不用。
这台是不是很慢？好，谢谢。OK， 好。对了，没事情过来是。哦，那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在这边很开心的吃早餐呢、啊，就看个人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个金星吃早餐的体验，就各位朋友做个参考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紧接着我们就来到上春新香 Q 饭团，这是这一摊正面的样子。哦，很久没有来了。这个你看放下面，下面脚上，你再把它放。啊，好的，嘿。哎呀，好，那有这个，哎、欸、是，哎、欸、有涨价公告，各位朋友看一下，但是还是很便宜。饭团的部分，哎嘿，哎、欸、是。元旦过只有饭团微调五块了，哎、欸、是。黄利两盖。是，嘿、欸。哎，好，那我要一个饭团加蛋，然后一个萝卜糕。要加蛋，哎，加蛋，到时候你等我嘞，哎，好，帮我炒两个，然后我进去后边个锅了，做碗嘞就找你。哦，好，帮你两盖。哦，好，对不起呢，你要继续带客人来啊。啊。那还一杯冰豆浆，谢谢。哎，多谢冰豆浆嘛哈。哎，是，哎，谢谢。哎，我们请牛大叔嘛哈。好，谢谢。在大哥帮请牛你。哦哦，谢谢哦，多谢你哦。嘿，那我要那个辣菜包，谢谢。嘿，无问题。哎，来三十五呢，还是元旦轨道交通五块啦，帮你两盖。爱走吧这边。谢谢你，感谢感谢。哎，多少呢？在这里。哦，多少钱？二十五。啊，不是我 ，sorry。哈哈。哦，热腾腾，热腾腾啊。这才是王道啦，一定要热啊，该热的就要热。谢谢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这个你等我起来找找领导的。我给你找找来。嗨，是。两个辛苦啊，我给。谢谢。我们要赶时间，你可以慢慢来。好，好料加到好，加到满啊。那、啊、大哥最近身体有比较有啊有啊、哦、有啊有啊这样，好您关心好您关心，嘿嘿嘿，要多保重哦，谢谢啦。菜称不要骂我，嘿嘿嘿，你说呢？蔡老贵，我冇给你用嘞就好啊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、欸，不会不会，谢谢哦。哦，有事我来给你谢谢。拢给你专人我来行啊，对讲照顾你。好吃又便宜，然后又亲切，嘿，接好缘，接善缘啊！哎、欸，那好不好？阿弥陀佛了啊！对呀、啊，其他都多说了，哎、欸，就是用信用那两个字跟你做买卖嘛，哎、欸。哦，那就真的是好吃又美味，而且生意好的时候可以用电话订了哦。对，好的，哎、欸，电话订比较快了，就不用等。哎、欸，可以跟大家讲，外面我们捷运出口已经都开通了。哦、重新整理好哦，是，对，好，记得电话号码看一下啊，今天通了啊、哦，对，中孝东方二号出口通了，来是，那个酱油辣椒，哦，好的，都加，嘿，我加能了哈，什么都加，但是不加钱，啊，没问题，答对了，啊，公丘亏啊，没，熟悉，因为只有饭团部分真的刹车踩不住啊，其他继续踩刹车，哦，这样，你等我再试喝就好。我带你的，我知道。好，你去抽一根烟就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再就找地方开箱。好，就先从这个加蛋的萝卜糕开始啊。哦，也蛮大份的哦。哎呀，热腾腾啊！如果一个女孩子，我想。应该一份萝卜糕就吃得饱哦。嗯，哦，现煎现做的就是好吃。哦，热腾腾的哦。啊，这样便宜的价格跟各位客人做善缘的交流，嗯。啊，那老板大哥就觉得说，跟各位朋友结善缘是一件快乐的事啊。好，真的很棒啊 ，CP 值也很高。
而且老板跟老板娘又非常的亲切。好，这个蛋整个包住萝卜糕酱还蛮好吃的哦。嗯，真的很棒，好吃。哦，说好话，做好事哦，心有好念头。好，这个就是平民百姓的小确幸了啊，好吃美味，价钱又不贵啊，现点现做的，热腾腾热腾腾啊，很棒。好，我想这个小小的幸福一瞬间，就是我们这个小小百姓能够掌握住的一点点幸福感。嗯，好，沾这个辣椒酱，酱吃的蛮好吃的，还有点酱油膏。好，亲切的态度呢，我就觉得是满分了，赞啊！好，再来就是这个巨无霸饭团呢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巨无霸饭团啊。关于这个穿西装打领带，因为我现在上班这个地方就是要这样穿了、啊，所以就是这样。嗯，好久没吃啊、哦，热腾腾热腾腾的。真的很棒、啊。好，老实说，我刚这样拍就是为了比较出一个差异性啊。刚在那个餐厅吃的话，160块，可能就连三分之一饱都没吃到啊。那在这个上顺心的话，真的吃得饱饱饱哦，而且东西热腾腾热腾腾。但是还是要看各位的选择了啊。那这边的小缺点就是，你只能在这个摊子外面的别的地方吃，或是带回家吃，然后料非常的丰盛啊，上过电视的店家，好吃又美味啊，什么料都有了啊，赞！好，超过120分的感觉，那萝卜糕也真的很好吃啊，里面有非常多种料，酸菜啦、菜脯啦、肉松、油条、蛋，哦，好吃又丰盛又营养，而且又不贵啊，一个就可以饱到中午了。赞赞赞赞赞！连 M 嫂都说赞啊！朋友啊，阿娘就免考虑啊啦哦，像我这样来一组啦哦，这个饭团加萝卜糕哦，再一杯豆浆就吃得饱饱饱，饱到中午去了。来一组才85。对对对对。啊，你今天吃什么？便宜又美味。饼啊，要省这个。而且是上过电视的店家。哎呦，我们常常来讲，哎，上过好多次。跟你做买卖就是用信用而已，欸、其他都不说了。真的哈、哦。那个阿婷，你有豆浆吗？好的，哎、欸。红茶温的。嗯。好，各位哥哥哈。好，那这么优质的店家，就希望各位朋友来多支持啊！哎、欸，谢谢啊，哎、欸，弄我的酱火力的。哈哈哈哈真的真的。真的哦。我给你看几个。拜拜，到时刚才等你请耍无？哦，哦，好，哈哈哈哈，好。你稍等一下吼，好的。带饭团还是带你才买回去？哎、欸，那饭团好了，哎、欸。好。哎、欸，谢谢，哎、欸。你等嘛，你等嘛。哦，谢谢，哎、欸。对啊，到时要等我耍啊。哎、欸。那生意超级好，瞬间就被包围了啊！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。这个两家都不错，那但是自己考虑啊，第二家特别便宜，然后又佛心，哈哈。好，那就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拜拜。